事情，用眼神直接对你轻声细语。你没有别的表情，从微笑转过头去，轻易解开我传送的谜。如果这样还算不上有默契，至少能代表我们都够聪明。彩虹出现，那个说爱你，你一定善解人意，知道我想的事情，所以下一步急忙回去。如果这样还算不上有默契，至少能代表。